成名绝技的起手式您定了？切，谁还没个成名绝技呀？胡大师给他的颜色看看。柯大师加油。嘿哈嘿哈呀，不能等本喵看我虎大师赢了再搞事吗？闪电猫，你错了，你那肯定是贺大师。就凭你们家的鸡拳？小鸡啄，那是鹤拳，比三脚猫功夫厉害多了。虎大师厉害，贺大师更厉害。是你想要拳拳？知错了。这次的时空起点是上古时期的中国，被尊称为人文始祖的伏羲发明功夫统一华夏。虽然过去数千年，功夫仍是人们健体防身的绝佳方式。根据资料，在伏羲打败牛部落的首领之后，功夫得以快速普及。好，我们一定要让伏羲打赢，出发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还有谁？如果再没人出战，就当你们认输，你们所有的房子和土地都归我们。首领威武。对，土地归我们了。你上呀。你怎么不上？我不行，你上吧。懦夫，你们要眼睁睁看着夏渊被抢走吗？那你倒是上啊。你们是要让我这把老骨头上吗？哎呦，我的腰啊。根据分析，这是两个部落为了争夺资源进行决斗。伏羲所在的鹿部落暂时处于下风。哼，可笑的弱者，你们是自己走呢，还是要我们赶你们走？踩到我了，松脚啊！根据资料，那位就是伏羲，他好像想出去应战，但被挡住了。不愧是人文始祖，勇敢帅气，本喵帮你。逆转光枪。你好。其实我只是路过，不小心被推进来了。如果您不介意，我马上出去。这算什么人文始祖面？贝哥哥，可以，但进来的人只能躺着出去。不好，铜钱万能布。什么人敢来捣乱？别误会，我们不是捣乱，只是有很重要的战术要告诉伏羲，请求暂停决斗。神圣的竞技场决斗怎能说停就停？哼，不同意的话，本喵就……就要这个力度。嘿嘿，满意的话，请给五星好评呀。哼，听着，我只等到火盆燃烧完。好机会。大家快逃呀。放我下来。先生，这次决斗可关系到你们部落的存亡了，怎么可以逃跑呢？逃跑才是最明智的，弱者怎么可能战胜强者呀？当然
可以，因为少年你骨骼惊奇，天赋异禀。各位哥哥是万中无一的功夫天才。对的，功夫天才，功夫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伏羲先生，请留意看我们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。我们只做一次秒，能学到多少就看你的天分了。不准行。迷蒙三手合体，是蒙查查，圣牛显灵了，圣牛显灵。根据分析，凯奇他们有危险。哎，别偷懒的。抱歉，艾尔继续为您服务。蛮牛冲冲，伏羲先生，快躲起来！哦，已经躲好了。躲得也太快了吧！百变喵秀，斗牛喵，好帅！布鸡撞飞你！嘿嘿。来抓我呀，抓不到抓不到，嘿嘿。哇，好险，还好我躲得快。一定要受过专业训练才能成为斗牛士。闪电猫，伏羲先生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嘟嘟，我们快救人！哥哥，别想逃，蛮牛冲冲，通天，金刚劫，嘟嘟，戈壁。时间刚刚好。这就是，嘿嘿，本喵已经把所有功夫都交给伏羲了，他赢定了。全靠喵师傅指点。不可以！牛牛大爆狂，通天万能步。蒙查查蛮牛的力气比我们大，要给伏羲争取时间。吃我一套组合拳。不会吧，闪电猫，你到底教了伏羲什么功夫呀？没道理啊，电视里明明都是这样演的喵。也是，哥哥。弱者就是赢不了强者。哎，走吧，就这道子靠不住。这次找个更偏僻的地方生活吧。连喵师傅都落败了，弱者只能逃跑。连树都欺负，有了，神经猫有办法打败蒙查查，只要这样这样。不济就凭一只笨猫，蛮牛冲冲，上吧，神经猫，收到喵。喵师傅，我弹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看到了吗，伏羲先生，借力打力，弱者也能战胜强者。借力。
幻觉。看我压扁你！不可能，都是幻觉，你不可能打倒我。没有什么不可能，就算只是弱者，也可以战胜强者。嘴炮飞鸟快，不行，不要过来攻！借力打力，以柔克刚，功夫。抢走他们所有的房屋和土地，让他们也尝尝失去家园的滋味。你们走吧。以后不要再抢夺别人的家园了。伏羲，你才是真正的强者，我们要归顺于你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这才是最厉害的功夫。奇趣特工任务成功。